咗嘅一場比賽啦。我係今日比賽嘅主席，嚟自八洲同樂。咁拖隔離咧就係今日嘅試票，佢係嚟自今日台中國嘅。咁啊，呢邊台係到大灣區放置都能夠解決香港青年向上流嘅困局。對賽雙方為正方，聖馬可中學，反方青年部會陳瑞子紀念中學。主席，停判
公众个位，大家好。大湾区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喺2013年正式推出。大湾区中包括珠江、广州等，合共9市2區。而计划亦期望打造成一个安居乐业、吸引游客嘅社区。而未来大湾区亦会注力发展跨地区市场、创新科技产业，同时亦设有唔同嘅发展方针。例如推動交通網絡，而我方需要點明，在香港並非所有青年都有向上流動的困局，當中被困於陣內的青年有兩種，包括學歷低和薪金低。根據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定義，向上流動即是提升社會經濟地位，具體上即是職位和薪金上的提升。辯題中的解決困局是要針對問題的根因，令困局趨向消失。因為我方政立辯題，就要審視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是否可以提高社會及經濟地位，從向上流動。我方政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社會地位上，學歷低難上流，灣區無法解困。現時香港青年學歷較低，全港只有30%的青年可以入讀大學，導致無法從事較上層的工作職位。統計處在2015年指出，約有30,000副學士的青年只能夠從事零售、廚叔、膳食等較低下層的職位，反映出學歷低是香港青年難以尋找上層職位的根因。即使到大灣區發展，亦唔能夠改善佢哋嘅處境。根據發改會嘅政策文件，大灣區重點發展金融科研，以上兩項都係需要專業嘅技術，學歷要求高。但係香港嘅青年普遍都係學歷低，難以突圍而出，要釜底抽薪，理應協助香港青年提升自身學歷。可惜大灣區並非注重教育。即使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學歷亦唔能夠提升，甚至現時大灣區亦有更高學歷嘅內地青年競逐上層職位，面對激烈嘅競爭，最終難以找到上層工作。想問友方，學歷低點樣做到上層職位呢？第二，經濟地位上，灣區薪金過低，青年無法上流。現時香港青年的開支極大，包括住宿、照顧父母、還學債等等，但香港青年面臨薪金低的困局。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普遍青年的平均薪金只有15,000元，而這筆錢又夠不夠用呢？2014年香港青年的數據顯示，80%的青年獲得薪金少，難以應付開支，形成向上流動的困局。但到大灣區工作，薪金更低。根據2013年廣東新地區薪酬調查報告，大灣區的平均薪酬是7,000元，比香港薪金仲低。唔好以為7,000元喺大灣區係夠用，因為根據統計處喺2017年嘅數據，香港嘅消費物價指數係104，大灣區即為100，同香港相若。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開支亦無減少，但人工就大減，仍然無法應付開支，無助解決困局。想問人方，大灣區的薪金比香港更低，點樣提升青年經濟地位呢？多謝各位。政方嘅辯題時間為3分58秒，老過線我想講翻，而家請反方主辯，仲有4分鐘嘅時間。原來今日有分同學覺得學歷高都有困局，但係事實上係咪咁咧？當你睇下香港嘅現況先啦。其實大家身處今時今日嘅香港，就好似揾緊大富翁咁，財源有錢人上一代早就已經買曬田嗰上面嘅田間仔，呢一代嘅年輕人中途加入呢一個企局，基本上每一步只係不斷咁交貴租，出嚟做嘢人工低，市場做幾年嘢儲幾十萬，又買唔起樓，要捱貴租住劏房。買得起樓更加要供一世做樓，所以創業更加是天方夜譚。究竟有幾多人，特別是那些無家底的青年，可以
喺基建方面，港珠澳大橋、高鐵等基建實現一小時生活圈，令到區內嘅居民往返更加便捷。第二喺政策方面，中央協調咗九市兩區，令到港人更加容易喺內地創業、工作、居留同埋申請各類嘅服務。第三喺創業方面，九市兩區喺金融、科技、醫療、教育、旅遊等不同的產業都有互相的配合，不作無謂的競爭，而在互補場。其實辯題中的上流是指在社會的階梯上面流動，具體的方式包括財富增加、職位晉升以及獲得成就。事實上，要解決香港青年上流的困局，要多管齊下。而今天我們就是討論大灣區究竟是否其中一個門呢？今天對方要正立辯題，就是要去證明去大灣區發展對任何的香港青年沒有一丁點令到他們上流的作用。而我方的立場是，雖然大灣區不一定幫助到全港的青年上流，但是大灣區至少給了一個機會、選擇和產業出路，香港青年去上流。以後就會從三方面去講下大灣區點樣可以有助港青去向上流動。第一，在就業方面，香港的產業單一，不少的青年人往往都做不到自己的理想職位，而且各行各業已經被裁員壟斷，大學的畢業年輕人只是陷入工時長、人工低的惡性循環。而大灣區就有更多的產業可以為到擁有不同才能、興趣的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的發展選擇和機遇，從事創科、工業、務農，令到他們有更多的適合自己的就業機會，去累積財富並尋求職位的晉升。第二，在創業方面，香港的資金落後，即使多存幾十萬的資本，扣除入貨和推廣業務的剩下的錢，可能三個月的月租都交不了。但是大灣區的地方大，不同的地方租金又平又貴，亦都有不同層次的客源，港青要創業概念可以考慮的選擇和機會絕對比我們香港更多，因此可以有助港青去累積財富，獲得成就。第三，在自住方面，香港的樓價高企，港青如果沒有負擔就很難憑一己之力買到，即使買到都可能只是一個過去。但是大灣區的面積是55個香港更大，居住面積和生活空間都是比香港大很多。在家庭方面，港青港人雖然在內地，港人即使在內地，但是往返香港的業務方面，一小時的生活圈令到港青需要將自己眼界只放在香港，有助港青以更少的金錢換取更加的生活質素，同時有資金去做其他的個人發展，以至可以在社會階梯上面落步。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你哋心目中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防到解決港青上流嘅困局嘅定義咧？定係你哋已經睇死咗港青永遠都上流唔到咧？多謝。當呢啲青年
到內地去做嘢嘅時候咧，佢哋可以揾到佢哋自己更適合嘅一啲嘅工作啦。可能咧，佢哋可以有科學立場，保障下科學同點嘅立場。我科學同佢點嘅立場係創業，同埋揾大灣區創業，係咪想嚟揾大灣區創業資助，讀書先有助創業咧？除咗創業嘅資助之外，其實我哋見到咧，內地普遍租金比較低啦，佢哋入場費唔使俾咁高，但係香港嘅話，我哋揾緊個租金，即係我知科學同點嘅人想揾資助多、客源多，就係租金低。再加翻第三個立場，係講話幫助呢個置業，從而咧可能係大力可以更多資金去提高個生活質素。按照科學室係咪覺得可以租金上面係或者一啲樓價算係低嘅？當然啦，我哋見到香港普遍租金係10,000-20,000蚊，但係喺呢個年代咧，喺呢個內地咧，只要1,000蚊一平方米嘅時候，今日咧我哋見到嘅就係高樓價嘅大灣區樓價係有幾低咧？我先講啦。資助上面都有
有出現，就例如2017年佢設立咗青年共享空間計劃，撥出咗呢個活化嘅工廈，俾青年咧以少於1/3嘅租金去租用，所以咧對於租金上面嘅支援咧，香港出現有，所以並冇一個租金嘅問題確實出現。再者啦，針對於其他嘅一啲資助問題，香港亦都有撥出咧30億嘅創業天使計劃，或者係20億嘅創科創投基金等等，所以咧，如果針對創業嘅問題咧，香港同樣有資助可以幫助到青年人，甚至啦，根據投資推廣署嘅調查顯示，2016年香港成功創業青年比2014年增加咗80%，所以香港並冇出現創業嘅困局，需要解決。而第二，因為定義上面咧，其實雙方都認同咗咧，係要睇呢、社會嘅階級上嘅流動，同埋要係財富嘅增加，所以咧我哋就先睇睇社會上面嘅流動，對於一班就業嘅青年咧出現咗點樣嘅問題。原來現時香港只有30%嘅青年可以讀到大學，佢哋冇向上流動嘅困局，但剩低個70%咧，原來佢哋學歷低，讀唔到大學，就算翻到大灣區發展，都依然唔能夠揾到上層嘅工作。就例如係深圳中航科技公司聘請部門主管，佢哋對於學歷嘅要求咧係要碩士生，同樣地，深圳雲資產管理對於行政主管嘅要求都係要碩士生。原來佢哋對於學歷對於上層職位嘅學歷要求咧係非常之高，所以針對70%香港讀到大學青年，佢哋做唔到上層嘅職位。到最後喺經濟地位上面，原來喺大灣區嘅薪金咧係非常之低，平均薪金只有7000蚊嘅時候，唔明白同學點樣提升佢哋薪金上面經濟嘅能力？多謝各位。政府恢復發言時間為3分3秒，少時唔需要九分。而家請反方恢復。主席、觀眾各位，大家好！今日又同大家講咩？我要解決曬所有人嘅困局啊！當然我唔係話咧，原來今日所有香港青年上到去咧，大家就會嗌咧就發達啦，變百萬富翁，當然唔係咁啦。但今日我哋要咩？大家去到內地係可以有多啲嘅選擇啦，又想讀唔同嘅學科，想做唔同嘅工作嘅時候，大灣區咪正正俾到你啲方便咯。而家咪大灣區就嘅特點，就每個地方都係佢哋自己嘅特色嘅時候，咪正正俾多啲選擇，俾個機會佢哋去成功，俾個機會咧去脱離咧呢個可能又係可以令佢哋又向上流。機會，但今日幫我同佢講咧，原來咧啲學歷低嘅人咧係難上流啊！我講都明白啊，大家明白咧，今日嘅話咧，之前大灣區都有咧，都能夠幫助學歷低嘅人，就算咩，但係呢個大灣區咧就係亦都有好多嘅學位啦，俾我哋呢一啲嘅香港唔能夠可能讀到大學嘅人咧去讀啦，佢咧見到有好多唔同一啲嘅種類嘅一啲嘅學科咧，就嚟讀一啲音樂啊，或者讀一啲嘅中醫啊等等，呢啲咧都係能夠俾一啲一啲學歷比較學歷低嘅人可以落地升學，亦都咧令到佢哋有更加上流嘅機會。咁咧，有方我同你講咩啦？其實我哋咧，而家香港都有俾緊啲租金啊，嗰啲一啲嘅創業者啦。嗱，我覺得同意㗎。我哋當然香港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啊，但係問題係香港嘅租金咁貴，你俾嘅資助之後，係咪真係可以能夠解決曬問題咧？當我哋見到內地嘅租金係更加容易令到佢哋可以創業啊嘛，令佢哋咧有啲入場費嘅時候，咪更加能夠幫到佢哋咩？其實咧，今日我哋咧要探討今日面對第三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大灣區究竟係個乜嘢嘅地方？今日可能主辦方講咩？其實咧，大灣區咧只係講嗰啲流動啊。其實咧，大家呢啲嘅地方，大灣區今日比今日有可能睇得更長遠嘅。或者大灣區係個網絡，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特點。好似深圳出名搞創科啊，或者肇慶就係中國嘅旅遊城市等等。而呢啲嘅特點咧，就正正提供咗多嘅機會俾青年。我咧根據全國政協委員會曾志偉都同我哋講過咧，隨住呢啲基建，一啲基建廣中大橋等等去成立嘅時候咧，咁咧就會能夠方便咧大家去到呢個大灣區嚟落港咧，就更方便咧，因為大灣區咧青年去解決呢一啲嘅困局嘅。而第二，咁咧香港青年向上流動咧有乜嘢困局？你今日都好奇怪，同埋講話原來你學歷高咧就唔會有困局噶啦。咁我想問翻有方法啦，我學歷好高㗎，我想創業喎，但係我冇100,000都冇嘅時候，咁我今日有方法喺香港點樣立足？今日我學歷高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咧？唔係啊嘛，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就算學歷高學歷低嘅時候，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咧，都係會面對到唔同嘅困局。所以我哋今日就要睇咧最後一個問題啦，就咧緊大灣區能唔能夠解決啦以上嘅問題？其實咧今日方咧從來冇保證過所有人咧都係會成功，但比較我哋可以俾多啲更多嘅機會香港嘅青年。就算一個香港嘅青年佢對做啲藝術家 best of 咧有興趣嘅時候，如果佢香港大家就同佢講，你唔好玩啦，租金咁貴，點樣做到啊？但當佢哋有咗大灣區就可以退翻一啲去啲租金比較平嘅地方嘅時候，佢咪可以去創業追求自己夢想咯？但係咧，今日我講咧唔係話所有人都要去做咗，大家問我係咪真係已經同意
置咗部分人已經做到咧，就想問入方同學啦。今日方同學覺得三個青年咧要死到一條命，今日方同學覺得仲有咩其他方法去幫你？定係今日方同學咧已經死到一條命？第一個謬誤，有分何覺得學歷高嘅人咧就一
呢一個大灣區讀緊上流通。但我翻今日咧就知道，有啲只要咧有高中就讀嘅證明咧，就會有機會同內地嘅學生咧一齊去升學嘅時候，我哋今日見到隨住大灣區嘅發展，有一啲便利十一個城市嘅政策咧，係繼續不斷推出嘅時候，我想問你又睇唔睇得清楚資料呢？第二啦，港青咧係唔使有世界視野嘅。嗱，今日咧我方咧今日好支持推廣青年咧向唔同嘅地方去擴闊視野，增加佢哋嘅閲歷，令到佢哋咧有多啲機會咧去翻到香港繼續去上流嘅時候。但係點解今日有方同學咧會一聽到話香港青年咧要去大灣區發展就講就講呢啲係唔得嘅，係唔可以增加佢哋嘅視野，係唔可以增加佢哋嘅發展嘅機會啦？但我哋今日見到跟住香港青年學生交流網嘅發布一個嘅大學生就意向調查，今年近八成嘅受訪本港大學生都願意喺內地尋找工作或者係發展嘅機遇。例如試問啦，如果呢一班大學生覺得佢哋喺大灣區完全冇發圍機會嘅時候，點解佢哋仲會願意翻去咧？嗱，定係有方同學今日覺得香港青年根本就唔使有世界視野㗎，所以咩地方都唔使去，留喺香港咧，固步自封就自然可以向上流動啦。嗱，此一方同學咧今日嚟清楚。香港青年應唔應該去唔同嘅地方去擴闊自己嘅閲歷？嗱，如果應該嘅話，點解我哋今日唔可以去大灣區呢？嗱，佢哋係咪一啲發展嘅潛力都冇嘅時候？嗱，如果唔應該嘅話，我哋今日係咪留喺香港就可以繼續上流？咁點解而家香港嘅青少年仲面對緊更多嘅困局呢？第二啦，香港青年咧今日根本就做乜嘢都上流唔到。嗱，今日咧，如果我哋留喺香港，就係死路一條啦。係，我哋今日見到大灣區唔同啦，我哋見到。十一個城市在大灣區裏面可以做一個互相取長補短的網絡，各自發揮自己的長處，互補其他城市的不足。嗱，都每個城市都有自己比其他城市叻嘅地方，譬如話香港金融，珠海咧創科學生咧製造家電，青少年就可以向不同的地方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嗱，我哋今日見到一啲好多嘅青少年都係大灣區都係做過香港做唔到嘅嘢，咁喺有冇同眼中呢啲都係上流唔到嘅話，咁乜嘢係上流咧？多謝各位。上升有方同學今日完全喺度自相矛盾，今日
普遍平均香港青年萬蚊，唔計係咪學歷高定話學歷低，一齊計上萬蚊嘛。但問題如果學歷高嘅咪賺多啲咯，咁咪向上流動咯。但問題而家香港學生香港青年學歷低，揾唔到上層職位，薪金低，你點樣解決？我覺得今日翻嚟講係唔緊要啦。我想問今日有方男生，如果一個青年想喺香港開咖啡店，佢可以點樣做咧？嗱，方流今日我方唔知我邊度講唔過，係有方流理解即係條薪金低嘅問題嘛，所以方流都知道，原來有方流所講嘅準則，增加財富成立唔到，唔能夠解決規局。好，仲有方流今日最咁想喺一啲創業上面啲咖啡店，想問下方流，你知唔知而家創業嘅困局係啲咩咧？問佢哋嘅資金不足咯，面對租金昂貴嘅問題。今日方流你想喺啲銅鑼灣度，你知唔知幾貴啊？在各位睇翻清楚資料先。見到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張亞文指出啲咩啦？香港青年創業嘅困局唔喺資助上面，唔喺資金上面，亦營商技巧問題。大灣區有錢係咪係能夠令到佢哋營商技巧好咗？今日幫我講營商技巧，連錢都冇，你營商技巧用喺邊啊？今日有幫人租金俾唔到，你喺邊度搞你咖啡店？網上賣咖啡店咪有分同學？資金問題咧，內地先有資金去運用你嗰啲營商技巧嘛？想問有同學有錢係咪可以提升自身嘅技巧？嗱，起碼咧有錢，我哋唔使擔心，我哋冇去擺呢一個咖啡店啦。但係今日如果連錢都冇嘅時候，我哋何來點樣發展呢個技巧咧？有同學今日話我哋有錢，今日開咗有資助啊。但係我方今日都睇到資助係幫到有邊個需要創業啊。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大灣區地更大，租更平，甚至客源更多嘅時候，點解今日我哋喺香港發展受得太大灣區發展入唔得咧？有方學今日同鄰正點樣解決困局咧？同佢講話，起碼你有最基本資金啦。如果冇資金嘅話，你連間店都開唔到。今日睇解唔解決到一個困局，唔係睇佢基本嘅做唔做到咁簡單。仲要睇埋佢可唔可以長遠發展，創業會唔會失敗啊？又見到東方富海董事長陳偉強講到，2017年大灣區創業失敗率有90%，有方學係咪幫助緊創業？咁啊，佢就如果我哋可以去雲工啊，揾吳明東，我哋亦都可以去嗰度嘅大學讀書噶嘛，係咪啊，方同學？換言之，有方學創業方面咧，有方學已經講過去啦。咁啊，我知道創業方面真係解決唔到困局，提出嚟講就業，但就業方面都同你講過，上層職位又揾唔到，薪金又低，有方學就業方面有講過。咁我再提方學冷靜啲，係睇埋最尾有方學第二個都係講樓價問題。想問方學數據上面交出嚟，大灣區樓價有幾高？嗱，今日有方學咧，我想講唔講咧？今日方學話有95%嘅失敗嘅喎。有方學話：我連失敗都唔得失敗啊！香港，你連想做嘅想，我連個5%都做唔到啊！方同學，所以今日都唔係呢啲租金嘅問題，租金都冇點樣做啊！方同學，有方學話香港做都冇得做。香港青年協會2014年嘅調查嚟講咯，2016年嘅調查嚟講咯，2016年香港成功創業嘅青年比2014年多咗80%喎。方學點樣解釋咧？所以有方學再次打正啲先，我哋睇埋有方學第二個點係揾租金嘅問題。有方學前場冇交代數字，麻煩方學交代數字，打佢租金幾多？咁今日方學本身創業嘅人少，咁梗係會成功率會降低，呢個係數學嘅問題啦。即係譬如有4個人啦，你成功咗3個，你就會有72%。但如果有10,000個人，我成功咗1,000個人，咁梗係要量落。咁嗰個百分梗係低啲，但係唔代表創業人少咗嘅方學。咁點解我方學嗰個大灣區咁好？1萬個人裏邊咧，唔係好似但香港咁有80%咁多，反而得翻我5%啦。咁方學，我哋今日就見到喺大灣區就做到喺香港做唔到嘅嘢嘛。我方學見到啲港車喺翻呢個大灣區咧，可以發展到電單車產業，可以去務農。我想問下，香港有冇地方可以俾我哋發展呢個電單車產業？有冇地方可以去務農啊？有，你自己揾機會翻到，政府都為我支持創業。麻煩方學搞到清楚租金大灣區幾多？自己揾機會啊！方同學，你香港點樣揾機會？咪新加坡揾一塊地，跟住俾大企生學個超智能生活咁樣咯。但今日我哋去到內地嘅時候，我哋翻到啲華南嘅農業大學，呢啲都係能夠比較出名啦，同唔能夠俾機會去務農。咁今日方同學有自己夢想，點解喺香港做唔到？你點樣去內地做咧？嗱，方同學問咗4次啦，大灣區租金係幾多？方同學始終冇交代個數據。換言之，我都知道，大灣區租金係貴嘅時候，有冇解決過置業嘅問題咧？到最後，多謝各位。今日咧，今日可唔可以講租金問題？我就答你啦。其實咧，喺一個大灣區咧，普遍嘅地方咧，就會大概有1,000蚊每平方米啦。跟住咧，但係咧，一啲比較偏遠地區，可能市面呢啲都有6,000蚊啦。所以今日咧，就會有呢個問題。方便收費時間通常咧，只有通到萬幾收費。而係建議還是商户有一個中時間準備。
問題今日喺張卡
錢嘅時候，無論佢行去邊一間快餐店，點樣可以買到早餐呢？套翻入辯題，買到早餐，香港青年能夠解決困到不能上流動。原本間快餐店係香港，第一間快餐店係大灣區。今日係話第一間快餐店買嘅早餐，用乜模式仲可以解決困到？同樣都係好似有方錯咁話，大灣區嘅發展潛力咧咁大，就解決到困到。更甚嘅係，原來大灣區薪金低，環境甚至比香港更差嘅時候，今日問題根因出在於香港普遍嘅青年學歷低。就算有機會可以去到更加好嘅發展環境發展嘅時候，佢哋又點樣能夠向上流動呢？所以喺以下幾個今日討論到嘅困難組嘅裏面，雙方產生分歧。第一，置業。今日咧，我方由主編問到最尾，問你原來今日大灣區租金係幾多咧？原來今日方行都冇解釋過嘅時候，咁今日我哋又可唔可以你話租金好低又係可唔可信咧？有方行同你講話咧，我哋要睇中山、要睇深圳呢啲地區啦。但係我方明嘅係中山、深圳都係大灣區裏面嘅地區，點解我哋唔可以睇咧？好，我方就算退一萬步同你講話，好啦，我哋咧睇其他地區睇都還公啲啦。我哋同你講話，原來大灣區有個限外令嘅時候，非本地户籍嘅市民根本唔可以喺大灣區買樓嘅時候，原來佢可以見到嘅係香港青年其實好難喺大灣區買樓。原來置呢啲問題方案全場都會幫你解決，所以喺置業方面嘅困局，大灣區發展解決唔到。第二，我哋再講社會地位。有方同你話咧，睇成就，好啦，我哋睇啦。有方同你講話咧，產業多元化。但我方同你講咗話，原來香港公眾都好多元化嘅時候，公眾多與少其實唔係問題根因。而我方亦都同你講話，其實而家大灣區人才已經飽和，方同又冇回應過。所以其實今日香港青年喺大灣區度去發展嘅時候，其實都揾唔到工嘅時候，社會地位上升唔到，困局同樣冇解決，又點樣能夠獲得你所講嘅成就呢？好，再睇創業。咁啊，我哋講話咧，大灣區嘅資助咧係好多噶。但其實我剛剛講啦，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創業嘅資助嘅時候，而我同你明確指出，青年嘅創業創業困到，出在於青年嘅營商技巧，資助多與少根本就唔係問題根因所在。一日未改善到營商技巧，就算俾你係大灣區創業，其實都會失敗。香港青年社會嘅地位其實冇解決過，所以困局都係冇解決過。好，第三我哋再睇經濟地位提薪金。有啲同學咧好奇怪噶，個主編同我哋講話咧，睇上流咧想去增加財富，但自由變動嘅時候同我哋講咧，我哋要提前啦。咁到底係睇定唔睇咧？我一同你講話，其實我哋之所以要幫香港青年向上流動，係幫我哋脫貧，係要去減少政府嘅福利開支，幫我哋創造財富，帶動社會經濟，其實都係同錢掛鈎嘅時候。所以今日睇條辯題，其實都要睇經濟地位。方主編問你，大灣區薪金越嚟更低，點樣提升香港嘅青年嘅經濟困局？方同學有方同學都避而不答，因為有方同學自己都知道，原來喺大灣區發展解決唔到佢哋嘅經濟地位嘅時候，困局從來都冇解決過。終歸究底，今日香港青年應該要係根源入手，提高自身嘅競爭力，自我增值，先至能夠解決到困局。就正如今日問題跟一頭將萬能通膨前線，所以我做嘅係將提分值將萬能通膨先至係買到早餐嚟解決我嘅問題。一張卡一旦有足夠嘅錢，喺邊度都可以暢通無阻。只要自我增值有足夠嘅本錢，香港青年就能夠喺廣闊嘅世界振翅高飛。
我諗咧，喺呢條圖裏邊咧，解決困局咧，就要睇一個盡信心。咁咧就，我覺得咧要比較完整啲咧，去睇嗰個困局咧係點樣。我意思即係咧，我意思即係話咧，好多時咧，我哋睇呢條題目嘅話咧，會集中會睇財富啊、金錢嗰方面。咁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情況嚟嘅。咁但係呢個嘅財富或者呢個嘅薪金嘅多寡咧，除咗係屬於困局裏邊一個元素之外咧，會唔會其實呢個嘅精神人嘅向上流動本身咧，係講緊一種對於生活嗰種嘅追求咧？咁咧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方向咧，可以留意嘅。咁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嘢咧，要諗嘅咧就係、因為咧，大灣區本身有廣東省嗰嚿嘅事業，咁咧其實咧，我都希望可以聽到咧就係、除咗某幾個事之外，一啲嘅情況咧，仲可以聽到多少少其他嘅情況，譬如話佛山啊、惠州啊等等嘅。嗱點解咁講咧？因為通常咧講到關於錢與錢嘅問題嘅話咧，在廣東省裏面咧，都會以深圳或者多少少中山啊呢類咧為一個主要嘅城市嚟嘅。但其他城市係點咧？就不過咧，其他城市係點咧？可能都會牽涉到其他一樣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其中咧會提到就係、喺大灣區裏面嘅發展咧，會提到話有好多譬如會有工業啊、貿易啊，即係之類電單車啊，或者之類嘅嘢，咁我仲會再去諗一樣嘢，就係咁究竟香港人嘅青年、香港青年嘅意願係啲乜嘢咧？嗱，點解我咁講咧？譬如話咧，頭先提到話一班未能夠有大專嘅人，咁啊，呢班人其實想學點乜嘅咧？譬如話知點翻轉，其實根本就唔想學嘅。咁呢個係因為呢個想讀與唔想讀咧，係會影響咗究竟佢嘅前途決定啲咩嘢。有啲可能係佢想讀都唔讀，不過如果真係想讀嘅話，究竟佢會唔會選擇去大灣區地方讀？如果真係會讀嘅話，佢會讀啲乜嘢咧？係咪頭先講咁多年嘅學業，佢都會去讀嘅咧？定其實還是最終都係想讀翻金融啊、商業為主，唔會咁着重係譬如係農業啊、化工啊，即係會係點啲咧？呢個我都係咁樣諗。我或者嗰批人本身學歷低嘅，咁其實通常佢冇能力讀㗎啦。如果佢冇能力讀嘅話，咁佢喺大灣區對於佢嚟講，去與佢呢批人係一種乜嘢嘅面對係一種咩嘅處境咧？咁因為咧頭先咧都會提到嘅，話會多啲嘅選擇俾佢哋嘅，即係入住大灣區，咁就諗。多一個選擇，同你向上流動嘅結果有冇必然嘅關係咧？即係話，我多一個選擇，可能會多個機會向上流動，但係個結果係咪真係離開咗呢個困局咧？因為咧，佢可以多一個選擇，或者多個路，不過可能最終係去緊呢個困局咧，有可能，當然都可能係出路都未定嘅。咁呢個咧？所以我就想聽多少少係呢個多一個選擇係咪就係、但係個結果係流動咗啊？即係佢上流咗係個結局，個結局即係流動咗定還是其實佢去咗一個處境嘅一部分呢種選擇帶俾佢結局。咁另外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聽多咗少少咧，就係嗰個嘅生活比較嘅，即係嚟講嗰個薪金啦，同埋喺外地嘅消費啦，即係嗰個嘅物價啦咁樣。咁我仲有啲嘢可以留下咧，就係譬如文化嘅不同，會唔會係一種影響咗香港人流動嘅一個原因？又或者可能會容易接納啲，定還是一種限制嚟嘅咧？呢個係咁啊，因為咧就如果要去嗰個地方發展咧，究竟係？佢唔單止係工作㗎，佢仲要生活㗎，同人相處㗎，有啲可能甚至乎喺個地方居住㗎。
都未定緊。咁呢個就唔單止係職位問題，呢個唔單止係一個薪金問題，呢個仲有一個生活問題。如果你將來揀呢個地方工作咧，可能你除咗考慮薪金職位之外咧，你仲會考慮就係同同事嘅相處問題。你仲可能考慮呢樣嘢，或者咧你會考慮就係同嗰個環境文化配合嘅問題。如果流動都有幾多因素選擇嘅話咧，可能唔單止就係錢呢樣嘢。咁呢個可能會多一啲嘅方向咧去諗下。咁當然咧，你哋講嗰個流動咧。我估計咧，離開職位財富呢個意思咧，都唔離開㗎啦。只不過會唔會再諗得完整啲咧？咁呢個諗法。最後提供一樣知識咧，頭先提到咧，向上流動咧就係成就呢樣嘢咧。呢樣嘢咧就我覺得兩睇嘅，因為咧你可以話好虛㗎嘛嘅呢樣嘢，係因為咩係成就咧？其實係反轉有提過嘅，即係佢哋其實有講成就嘅嚇。不過未可能啊，即係好明晰啦，好明確，但都有提過。不過我反而諗就係向上流動講一種成就，一種成就講做係實質見到嘅咧，係一種感覺嘅，係成就感覺做啲嘢。係我真係一種貢獻，一種啊俾人睇得出一啲嘅。眼見嘅嘢係啲咩嚟嘅呢個嘢？因為呢個係你嘅其中一個向上流動嘅一個考慮點嚟㗎嘛。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兩睇。呢個兩睇就係可能講除咗講錢之外，呢種成就咧，我唔能夠創業，不過我今次做到啦。雖然我覺得係未必賺好多，不過呢種都算係啦。由冇變到有，即究竟係咩嚟咧？佢其實咧就唔係好可以講得再清楚啲嘅，即係我覺得。安排咁多咧，我受黃怡老師邀請陳樂瑤小姐為雙方嘅表演討論。首先辛苦曬大家啦，大家辛苦啦，今晚嘅表演，今晚主要係由黃怡老師嘅時間，當時係好忙嘅時間啦，我想討論嘅係。如果即係我講啲嘢，你哋大家有啲咩疑問就可能有，或者你想話多有啲就係咁樣嘅咧，你就隨時可以講。咁咧，首先咧就係、是、我對於你哋雙方所 present 俾我講，俾我聽，困局係乜嘢咧？你哋所講咁正方咧，我聽到困局好明啊，就係咪就係嗰啲嘢？咁跟住咧，反方就係喺香港。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就係、是、你哋嘅困局啦。咁其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哋就變成咗一個雞先定蛋先嘅討論啦。因為你就話你都冇學歷，你又好似就你去到大灣區，你都做唔到你想做嘅。呢啲就話，就算你有錢，就算你有夢想，你去大灣區。你都係做唔到，咁變咗即係好似無限循環咁啊！你又話係，佢又話係，但係其實大家都喺同一個通道入邊，咁所以我就聽唔到咧。實質上，你哋呢兩個即係對於困同標準，邊個更加能夠勝過對方？我覺得，即係覺得你覺得嗰個主要嘅原因係真係因為學歷低啊，定係個主要原因係真係因為冇第一桶金？我諗到博士我都唔使自己喺香港做我自己的生意嘅咧，咁。這個呢個我覺得係大家都比較重要，因為你哋所有嘅立論都係基於你哋覺得困惑係乜嘢。咁但係如果你哋討論呢樣嘢咧，我亦都唔知道邊個更加有道理，咁就更加冇辦法喺呢個平台上面有任何一個討論嘅結果啦。咁其次咧就係、是、大家對於呢個社會經濟地位嘅想法啦。咁正方就話咧，就係、是、人工同埋學歷，唔係係職位同埋人工啦，社會經濟地位嘅升職機制。你哋咧就話咧，即係話人工同埋成就咁樣，即係話有一樣成就。咁我就想睇咧，正如頭先老師所講到咧，你哋所講成就係咩咧？到底買到樓啊、上到車啊、有錢公司啊，定係我今日麥當勞請咗我做收銀，人哋嗰個人50蚊個鐘，佢俾52蚊個鐘我，哇好叻，咁就叫一個成就咧。到底你哋或者係你哋想喺大灣區所獲得嘅成就咧？
你今日講可能有資助，但係原商嘅效益同每一樣都係會失敗。
即係個 90% 嘅都係因為地口太差去執笠。唔係因為可能有啲咩嘅支出，唔係因為可能有啲咩突發事件或者自己唔想做。咁我想請問你呢、這個即係創業失敗率 90% 係失敗嘅人有 90% 都係因為競爭技巧不足啊，定還是真係去親大灣區創業嘅人都有 90% 會俾人即係差唔多一定唔使做嘅？佢個資料係咁樣講，即係話有個人啊，咁樣多東方富海嘅資料咁講。話大灣區因為資助多都好，但係因為翻嚟出交啲少好多嘅因素出嚟嘛，跟住所以最終創業失敗率有90%。佢唔係因為翻嚟啲咩三分鐘熱度啊，或者翻嚟兩次創無啦啦想出嚟創業下，之後翻嚟啲突發事件令到佢合作唔做咁樣先，咁樣或者創業失敗。因為我有少少話，即係呢個數據咧太高啦，即係如果創業失敗率90%咗咧，基本上咧。大灣區咧就係一個失敗嘅地方，然後咧中國咧就一定會做資金。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哋係即係想講話90%失敗原因係競爭有中定點樣都好，我就覺得都可以。但係你話真係去親都會九成得得咧，我又有少少懷疑真係。係啦，但可能我冇睇過呢個方式啦。咁最後咧就係、是、咧，其實我覺得今場咧。
就係學低，另一方面就係另外大灣區嚟食呢個諗嘅人工低同埋。不過講真，到後期咧，你都講多啲係香港青年個底嗰個部分都係你哋強調啲嘅問題，就係啦，用八達通嘅做例子嘛。大家嚟講，你如果你有電啊，就算邊度都有問題嘛。誒，無可歸喺策略上呢個係會係好成功嘅，即係因為你講咧，你個根因啊冇解決到，你翻香港青年唔得啊，你邊度都唔得咁。無可否認喺策略上會好，但係呢度小心一點，即係頭先誒評判都有提到嘅，就係呢個究竟係咪我哋而家真真正正講緊嘅香港青年有上流上嘅困局嘅所有現象？始終我覺得今日都有個字眼，我想大家都唔好話嘅。有困難係咪就代表一個困局？即係我見大家今日用個字眼咧，好多時候不斷就會將啲嘢講，我哋而家有好大嘅困局。找不到工，薪金低是一個困局，人工這個學歷低是一個困局，然後反方頭都有個話，他會說每個青年人都有自己的困局，即是彷彿只要有任何有困難的東西就會形成那個困局。但是如果大家喜歡試一下去閱讀下次的辯題，或者不想在社會討論的東西，就是今天說的香港青年向上流動的困局，我相信是說的一種普遍現象，不是就咁講緊每個人有困難症，而是講緊點解？我諗有一個時間軸嘅分別嘅，就係講緊喺三十年前啲人冇家底，冇特別嘅一啲特殊嘅技巧，佢哋一樣可以由低升上去高。呢個係以前有發生過嘅向上流動狀態，但係今時今日嘅香港社會似乎冇咗呢一種向上流動嘅狀態，係講緊一個社會普遍嘅現象。究竟呢個普遍嘅現象，嗰個局，我哋點樣去拆，先至係即係我哋會期望你多啲嘅。當然呢樣嘢咧要去分析唔容易啊！我知對大家嚟講，搞掂個大灣區都已經好唔錯啦，係咪？即係從來都冇接觸過，哇！但係我分析點就係你冇討論到個困局嘅時候，到最終係大家會講得好舒服嘅，就係講而家一個青年得成唔得，係去唔去冇諗到嘅。但係就翻唔到去討論嗰個真正嘅社會局面同埋佢出路嘅問題，所以可能我會鼓勵大家設計主線嘅時候，你下一次都要花多啲功夫，就係由政府角度睇，究竟今日形成咗嗰個困局係啲咩？青年多，即係你話個學歷低之餘之外，究竟而家點解去到大灣區都解決？哦，原來講到尾就係因為咩呢？基本上是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就是青年流動不到，就是有通常困局的形成都可以幫我思考角度，就是困局的形成通常是一些惡性循環，即是你這個故事你都要講多些問題，為什麼現在香港人學歷低，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他們相關的一些培訓，而為什麼這些沒有培訓，其實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原來住屋的問題已經都死了他，或者社會沒有方向沒有希望的人，所以你跟我講好耐，大灣區佢哋都係會接埋自己去到喎。香港青年，我唔知係咪咁，即唔一定要得。我意思你要講多啲人聽個惡性循環係啲乜嘢，而呢一個惡性循環點解你到大灣區發展，其實都打破唔到呢樣嘢。例如貧富懸殊嘅問題，因為香港又係貧富懸殊極嚴重，官商勾結又嚴重，大灣區一模一樣。今日去到大灣區，同樣嗰啲青年都係唔識得巴結啲官員。唔識得嗰樣嘢，咁佢咪走出唔到嗰個困局？即係類似用呢啲嘅方向，我唔一定攞嗰個方案，但係你要講出點解走唔出個惡性循環。同咧反方一樣啦，你要走出嗰個 looping 個困局嘅話，其實你哋都有少少有講呢啲嘢嘅，都聰明嘅你哋朱先生，即係知道錢咧未必講得過去啦，都知大灣區人都奀㗎啦，即係諗住開三個 platform 係嘛，即係有職位嘅提升，仲有嗰個叫提高成就感。其實我初初買前一兩日聽到你哋咁樣開。但係後期咧，其實唔知咧又走咗入去咧，都係會討論大家揾唔揾到工嗰樣嘢。其實翻返轉頭，即係我都想同我睇多點，就係香港而家嘅困局係啲咩咧？可能係產業單一。西單翻返轉頭就係因為土地不足有地產霸權，導致到你有點子你都未必開發到。其實呢個位本身你應該再花啲功夫嘅。但係我覺得可惜嘅地方係同我揾咗啲例子，即係跳繩、舞龍，或者仲有一兩個嘅例子，但係唔能夠凝聚到即係一個更大嘅 picture， 就話俾人聽點係啦。原來中軍到底點解要去大灣區而唔留香港？講嚟講去，因為香港市場細，
土地有限，規模有限，而所有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和點子，你都要找多些人，有調查發現的很多年輕人厲害的或者喜歡做的事是什麼來的，但是他找不到在香港的空間。如果你可以找到這些空間的話，基本上他就可以向上流動到，即是他有這些機會，即是這方面你都要找多些功夫去做。你去設計個主線的時候，你要講那個局面的時候，可以講得再清楚一點，而不是我們就這樣講一些個別例子，判了最終就是每個青年都有自己的困局，那似乎究竟是怎樣呢，這樣就不是很清晰了。講完最後的層次簡單一點的我見到大家用的資源即是會用很多很有願景的政策，即是譬如政方我都會提到的，你不要經常說香港不支持創業，跟住就數了很多那些計劃 A 計劃 B 計劃 C 用的好，大家要分清一樣東西，有計劃就不代表人已經沒創到業。我相信你現在問十個青年人，甚至沒問青年人，問中年人，在香港創業是不是容易呢，我絕對要找到，即一定會有很多坊間的資料看得出，其實那些計劃基本上是申請困難，又不知道給哪些，即是未必是，即你用這個回事，因為范哥沒問到這個問題，但是我懷疑你就這樣去預備這些資料的時候，數給人聽，我有這個基金 A， 有基金 B， 有基金 C， 未必是很有效的回應，或者給人看香港機會處處。同埋反方一樣的，你數翻俾我哋聽，大灣區有幾多間學校，有幾多農地，有各樣嘢。其實究竟喺實行嘅時候，係咪真係香港人嘅大灣區咁有自信？嗱，今日政方有少少呢個領導人嘅，佢都話你聽，其實有好多政策掣肘，唔係話你去大灣區發展，人哋俾你發展。咁但係可能講真，佢哋你哋應該預備多幾個，唔係淨係中山咁簡單。我限購嘅城市絕對不止中山，九個城市都有大把户籍落唔到户，入到去香港人睇唔到醫生嘅情況，肯定有更多。即係我意思，反方你都要做一啲準備，唔能夠就咁數一啲，即係咧好似啲就係領導人最犀利，即係加上環境咧，我哋咧大家入到去咧就香港人大陸人冇分別噶啦咁。事實係咪咁咧？呢度，所以今日我都留咗兩邊都呢個情況，就係、是、你要預計呢啲嘢就唔好就咁諗個計劃，實際做成點呢個部分都重要。咁我就主要呢兩個層次啦。多謝。